于总，喝，接着喝。阿衍是不是也该快起床了？他昨晚上就没回来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呀，我是昨天晚上不放心，所以才到他房间去看了一下。那他也没往家里打个电话什么的？没有。哎呀，阿衍也是，那晚上不回来睡觉，现在都不说一声。以后我要好好说说他啊。喂，阿衍。小萌啊，阿衍昨晚喝醉了，现在跟我在一起。那你叫他接电话。嗯，这样吧，一会儿他醒了，我让他给你回电话，好吗？喂，喂。起来了，我点了早餐，刚刚才送到。你很会挑时间嘛，过来坐。
灵犀，快点吃吧，你今天早上还有两个重要会议，一个都不能迟到。